经济发展局邀集台南市23间在地人相当娱乐的美食店家，在台北统一时代百货举办为期10天顶秀会，25号有一个简单开幕式，请来在地艺人表演加上舞蹈，热烈现场气氛。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现场为店家挂保证，也邀请各界好朋友来台南铁佗。欢乐游台南，花你暑假快乐的暑假一点都不难，所以我们很期待我们这一次这个从6月15号开始的台南府城美食展，欢迎各位台北的好朋友或者是台南人乡亲，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漂到了统一时代百货来好好的看我们的台南这个美食展。我们这边是集结了一些这个我们台南市的这些美食小吃的精华，在这边展现呈现给我们北部的消费者这个希望我们所有北部消费者这边这个利用时间可以来我们这边品尝。红金麦哦，这是什么？干贝，这是虾子。虾超大的，你看到这么大的虾子吗？所以说它土豪包一点都不一点都不夸张，谢谢哦。超级好吃土豪包。市长挂保证，台南出品的美食绝对是真材实料。市长也分享美食，和百货公司小编对着台南小姐相当的娱乐。等秀会为6月25号到7月初4，总共10天的时间，要吃上在地台南美食，千万得要把握机会。